足协嘛。哇！那红白机三立电视晚上会播。因为看到我刚刚有进去庙里面，他架了两台摄影机，然后他外面连线在外连上里面这样子，好几台啊！对对对对，今天天气太好了。他们有些拿旗子是要插香的。你看这边。冰狗也在那边啊，现在退出了。你看那边哦，那个太鞭炮哦，哇塞！我们上次在那边呢、啊，越来越多人。不会那么热。在这边也没做什么啊。对啊。20分了，刚好20分，还要往前进。预备啊！